边呢？兔子耳朵长长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恶心！耳朵长长，兔子耳朵长长，对，八分音符。哦、哎、呦，不要一直说大便了。哦，兔子耳朵长长。对，兔子知道，请敲。播了吗？好、啊，那你敲，你敲。兔子耳朵长悄悄看四分音符拍子吗？企鹅，真的啊，我们敲，怎么这样？小企鹅抬一抬，对面黑黑肚子白，张开翅膀拍一拍，走起路来摇又摆，小小企鹅，哎，好棒哦！那我们全部人一起敲敲好吗？轻轻敲，中间轻轻敲，一、恰恰，二、恰恰恰，哎，二、恰，很好哦，恰恰恰，你有没有学会呢？一、二、恰恰。公主城堡里面，对，哦，奶奶也住在城堡里面吗？对，哦，但是，他奶奶就吓一跳，然后公主就吓一跳，这是坏蛋，然后这个就是他奶奶。什么？哪一个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牛铃。什么是牛铃？牛铃就是他打拉丁乐的时候。小猫现在变成橘色了。对。哦。